哎呀，大塞车，前面好像是有。我是阿 Ken， 阿 Ken 是我，阿 Ken TV 在这里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一个 Design Village 前面。Design Village 呢是槟城这一个最大的这个 Outlet Mall， 然后呢它是在这个八都高湾这一个地方。现在呢我就进了这一间鞋店了，然后这里呢有很多的鞋子哎，现在我就心动，心痒痒，不懂得要买还是不要买好。白色的鞋子要不要买？OK， 最后呢也没有买，只是来走走。等啊，里面有一个。结果最后呢？我朋友买了鞋子，然后我就没有买到，我还很忧郁，很忧郁的到底要不要买这一双白鞋，因为白鞋实在太难照顾了，很容易肮脏。现在我要去阿迪达斯。OK， 决定要买这一双鞋子。最后掰了一双白鞋 ，Super Dry。OK， 没有 ，Miniso， 白，马迪尼 Outlet。OK， 我进来 Esprit。OK， 没有东西买。Design Village 这里的楼上呢有一个 food court， 我没有去过，所以呢我现在呢就上去看一下到底这个 food court 呢有一些什么东西。其实也蛮多东西吃的啦哈，可以吃板面啊，可以吃 burger、ayam goreng、western food、炒饭啊，一些面啊，炒粿条啊。炒面啊，阿姨饼啊，都有啦。可能你会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这一个 Design Village 没有人？其实是因为今天不是周末。然后呢，今天又是我来的时间呢，是下午的3点钟，所以呢人不是很多，所以呢今天就来这里走走逛逛，没想到呢就买了一双的鞋子，所以今天这个 vlog 呢就是 I can 日常 daily vlog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呢就到这里为止，记得我是 I can 是我 I can TV 在这里，拜拜。哎呀，大塞车，前面好像是有 accident。现在呢是下午4点37分，然后微想呢，我要在5点半才能够回到家，听到吗？我塞了差不多整半个小时到45分钟了。哦，不懂为什么哈，就在那边很塞车。我们塞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。从这个版本的这个多一直塞到主部的多，所以不知道什么前面有什么东西，看一下。是我。
完晚餐，现在从 Auto City 要回去北海，又在塞车，救命啊！我今天的 vlog 呢就到这里为止了，就给大家看我花钱了。我是阿 Ken， 阿 Ken 是我，阿 Ken TV 在这里，记得要 subscribe 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一个 vlog 见，拜拜。